老板，你还能不能干了？你到底会不会指挥车呀？我撞上你没看着吧？看着你不告我一声。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告诉我，我先上。我都撞上了，你让我往哪上？ 老板，今天是你也有责任啊？什么责任呢？戴眼镜没看清。我戴不戴眼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到时候开别的怎么不撞呢？是，不是，自己说，这个月几回了？好像四回。今天几号？好像四号。一天一回呀、啊，你说让我说你点啥好？一天啊，你说你往这一站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。红浪漫真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什么事儿能指得上你？最后一回啊，再有这种情况，马上收拾包滚蛋。老板，今天这事儿真赖却赖我呀，都赖我。注意啊。踢死你！这工作要丢，你又要开我，我得威我爹一下。刘老四，刘老四，我是你儿刘老五。那个，听到微信，马上到红浪漫。收到回话，收到回话 ，over， 收到回话，收到。这么快就回来，下。打电话我呼你一边去，我告诉你多少回了，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，你老给我发微信，这玩意儿太费流量了。这个我不着急嘛。再说我跟你说了，我说你不给我发微信吧，你往微博里给我发私信，我都能收着。还发啥私信呢？你这怎么飞过来的啊？这么快呢？不是一走一过，我特意来看看你，咋的了又？我咋的？你就看这儿，这周末。又怼老板车，怼了。那你说你不会开，你老捅个车干啥呀？谁开的？他自己开的，瞎乎的。那你不管指挥的吗？你不管这，你怎么还能让人撞上呢？就我知道，这是都几回三回。我管指挥，我指挥别人也咋不撞呢？你一整就给我俩。就你这样事，谁不开你？你说这孩子，我给你上这么大火呢？你说是？我今天我寻你现在得混的能行呢，我特意换个风衣过来的。这根本咋整啊？他看不上我现在。怎么用啥要开你啊？说啥呀？他说的啊，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，根本指不上你。说的，他这么说的呀？嗯。啊，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。我现在马上要红浪漫出点事儿，我当时我把你竖起来，完我就走。咋出事儿？嗯，哎，你们红浪漫是不是一进屋是不是就有喊欢迎光临？是不是喊？是。一会儿啊，我一进屋，他知道咱这层关系吗？不知道咋？你快说吧，我这一会儿我进屋，到时候他要一喊欢迎光临，我直接我就躺地，我嘴就冒沫。讹他呀？我就讹他呀。我一合着他们来脏我，谁脏我不起来，你只要你倒把喇，你一跺脚，你咳嗽，我当时我就站起来。到时候一下不把你竖起来了吗？力度就来了吗？不行，那老板也不是傻子，那别人叫你不起来，我到那一咳嗽，你这多假呀，一看就做的扣啊。这不行，假是吧？这玩意评委不得说剧情太假了，容易批评。快点，想个别的招。那么的，这不行吗？咱搞第二个方案。你们红，我进红浪漫里，我就挑个毛病。拉倒吧，人家这服务态度，你挑啥毛病啊？哎，红浪漫是不是你们那水是不是免费喝？对，我就在这里面给他做点文章。做啥？我一进屋，我说给我上水。啊。他要给我端热水，我说我要凉的。他是给我端凉的，我说我要热的，我这折腾两趟，他是不是跟我吵吵啊？跟我一吵吵，我把杯啪一摔，
听到这声音，你进屋你就开始揍我。我揍你，我下不去手。你不用搞手，你搁脚就行。咋揍？你就踢我，你就我你踢踢一下吧。这不行，就像你妈踢我似的啊！哎呀，力度是吧？主要是力度，能记住不？记住了，那咱俩就摔杯为号。你听杯啪一碎，你进屋你就二话不说，上去就踹我，听着没 ？OK， no problem。爹要不把你竖起来，我都咋地？好了好了，我就听声了。上回我的妈！大爷你好，鬼面是。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你拿我当回事了吗？怎么了？不，你们《红楼梦》不有个口号吗？一进屋不欢迎光临是怎么？我听不着那种声音呢？啊，大爷，你是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这是中午时间，服务员都吃饭呢，我是来替他们一会儿。打替班的啊？啊，对。你把他吃饭那个撤下几个，让他过来喊一下，我进屋。这么的，您想听口号，我给您喊两声，您看行不行？那也行。大爷，欢迎您光临红浪漫，男宾一位，里边请。骂人家？不是你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红浪漫对客人是热情的，你没让我感受到热情啊。好好，我上别的。别，大爷的，我热情点，好不好？我热情点，您来，男宾一位啊！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没事，来人，人呢？来人。老板，大爷，老板，大爷，啥事儿？给扶起来呀！大爷倒了，大爷，老板，是不讹人？怎么了？来，你别管，你看我，你起来，我让你给他扶起来，你听着没有？哪那么多废话？想不想干了？哎哎，爹，你不是说这招不用了吗？我不忘了呢。大爷，你说啥？我说你喊的挺亮啊，你这声音啊，喊的好，行不行？你看这声，喊的挺好的。这孩子咋的？是门口看车的保安。哎呀，看车的啊！这小子素质太够用了。你看我刚一倒下，没到一秒钟，已经来到我身边了。啊，这是你们看车的？哎，门口保安。老板呐。你们俩，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保安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你的福分。就像前面说的，你家祖坟肯定是爆过炸。这好好啊、哦，多少钱他一个月？他呀，嗯，他是我们这临时工，没多少钱。那抓紧涨钱呐！这人你得涨，你得养住他，给他涨钱。嗯，您不知道大爷，就他在我们这儿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，啥事儿都指不上。你去过倒杯水？大爷，你想喝水啊？啊，你们不喝水不是免费的吗？行，免费免费，一定免费。你等着啊！啊，去。那个服务员小郭，给我倒杯水。大爷，大爷，啊，您看啊，这杯是凉水，这杯是热水，您看您想喝哪个？孩子，你是不是听谁说啥了？顾客就是上帝，我们包您满意。您是长辈吗？套路要摸清了，我换套路。你给我来杯温的。温的，好。大爷，您喝水。你给我换个玻璃杯呗，这个。不用，我喝纸杯不行，喝完胀肚。喝这个，大爷，咱这一次性的都干净，卫生。没有玻璃杯吗？给我找一个。我不行，我喝那个受不了。玻璃杯，行了，你先拿下去吧。玻璃，行，这么的，您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我给您找一个。哎，快点啊！这个玻璃杯呀、啊，玻璃杯。哎，行。大爷。这么的，您看您用我的行吗？哦，啊，这行啊，这两千多的。这个，
这是水晶的。我说你有10块钱的没？就掉点色的都行，我用那个都行。大爷，您是长辈，您随便用，新的还没用过。这怎么能没有那个10块钱？我记得我来过一回，那不有的是呢。还有我上回来一回用的是调查的呗，挺好的那个。大爷，啊，您来过？我来过，我在这个挂发票还正奖中过奖呢吗？在这，刘大爷，对，是我，刘大爷，你可来坐、啊，刘大爷，啊，刘大爷啊，身体挺好啊。挺好的，我可找着你们了。我，你找我没用，我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。刘大爷，嗯，您太可爱了。不是说钱的事儿，就是你们几个，嗯，中完奖走了以后，嗯，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，是吗？哎呀，大伙儿都想来到我们这消费，跟你们沾沾喜气，说不定都能中奖啥的，是不是带动起来了？喜悦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。就是，哎，您儿子呢？我儿子。指挥车那个我儿子，这是刘老五嘛，我就来看看他。门口那保安是您儿子啊？是。这里还有什么岔头吗？不是大爷，我是说呀，你儿子那孩子好啊，太好了。好啥呀？你不说他干啥不行，吃啥不行吗？要不行，我就把孩子领回去。别大爷。我说那些话也是在气头上。我这两天因为他撞好几回车了。撞好几回？撞几回了？今天第4回了呗。那跟你有直接关系？你撞一回还记不住啊？那玩意儿，这是。大爷，您太可爱了。冲这方面，我也不能让他走，就是画完画杆子这了。他往我们门口一站，那简直就是活广告。谢谢大爷。刚才你不说让他走吗？没，绝对不能。您看您这么长时间没来了，嗯，我也没啥送给您的。您喜欢玻璃杯，我就把这杯我就送给您了。是，不用，哎呀，拿着吧，用不着，拿着吧，大爷，拿着。老板，是不是玻璃杯摔了？啊，别管啊，哎，我的。上空别惹事儿，摆平了，摆平！我今天就把你摆平。不是，老妈卖啥地儿吗？是你老五，这是你爹，这是上路装孙子都不好使。哎呀，老五，你别拉了，滚呗！别拉，滚！哎呀！干啥？哎呀！你先给你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不是，你干啥你？哎呀！刚才你撞车那事儿，我已经压下来，完你又把老板后桥也踹弯了。摔杯吗？我今天杯脑子进了。他要给我那杯，那杯是掉地下的。那我哪？老板呢？哎呀，老板，我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你们。那个，我儿子也没这福分，在你们这么好的地方我也干不了。不行，俺爷俩不干了，我领他回去吧。刘大爷，你们回来。这杯子杯钱我也包不起，我一分钱没带。刘大爷，啊，站住！啊，听我说两句。现在我呀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的了。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就他这玩意儿，你说怎么？你们爷俩演这出戏，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。老五，哎，摊个好爸爸呀！这么的，听我话，别走了，咱就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。但是你现在确实不适合干指挥车辆的工作，我给你调个岗位，你就站门口发挥你强项，给我喊"欢迎光临"这口号，行不行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终于发现我的亮点了，我这嗓门。老板，你看我以后的表现吧，我一定好。就来，到。儿子，咱回家那干不了这玩意儿，走吧，回家。